熊怎么办？我们来玩游戏吧。嗨，我能一起玩吗？好啊，一起来玩吧。我想玩别的游戏。大熊怎么办？大熊的个儿太大了。我想玩新的游戏。大熊怎么办？大熊的脾气太坏了。我想换别的新游戏。大熊怎么办？大熊已经走远了。但是大熊是我的朋友。等等，大熊，快回来呀。那我怎么办？大熊有时脾气坏，却是我的大朋友，也是老朋友。你可以成为我们的新朋友。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？好啊，我愿意。太好了，一起来玩吧。